坚持到底，看着你不愿再逃避，你的笑容太过美丽，我难以呼吸，你是否会说说你愿意。你这么瞪着我也没用啊！我作为一个前夫，对不对？我做这份上已经够不错了吧？哎，我问你，你媳妇儿就为一袋栗子离家出走？哎，说到这儿，姐，你是不是也有责任？当时我让你带一盒栗子过来，你带一盒不就完了吗？他也不至于走啊。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媳妇怀着孕的在外面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你还在这儿贫是吧？行行行，我不管你。我去找了，我找不着啊。这大海捞针怎么找啊？所以你把我叫过来，让我去捞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少说两句，少说两句。别吃了，人都丢了，大半夜的挺着个肚子，多危险啊！你想想啊。那他要没钱，他能去哪儿啊？你问我啊，我媳妇儿啊。哎，我知道他去哪儿了，我知道他去哪儿。展哥，走啊！展哥，你跟我一块儿去。哎呦，小妮，展哥，我不去。哎，展哥，行，你让我去。不是，佛跳墙，南非豹，木瓜炖观燕，金钩翅。小姐，您确定你一个人用吗？双吃虾，再过来份牛排，脆皮咸猪手。你们这有糖炒栗子吗？啊，糖炒栗子。这个没有。你们不是号称五星级酒店吗？连这么基本吃的都没有。哦，这个我帮您问一下。来，小姐，请稍等。你有病吧？啊，你是不是有病？回家行不行？啊，别在这现眼了，赶紧走！现在嫌我现了？当年你替我出头，被小流氓打得鼻青脸肿，躺在我怀里对我说的不离不弃呢。如今我离家出走，你连楼都不下，全都是狗屁！谁没下楼啊？我下楼了，我去找你了。你跑太快了，好不好？您那叫找吗？跟楼下转了一圈就上楼看电视了，你根本就没好好找。我起初根本就没想跑，一直跟树坑里站着，
你要想找，早找着了。我后来给你买栗子去了，我姐可以证明，是不是？我给你买，我给她买栗子。对对对，有栗子有，贝贝有栗子啊。姐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人，可这次真是田亮太过分了。当初说好的宠我哄我一辈子也就不提了，可连眼目前生日节日纪念日都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。他已经对我视而不见了。哎，还讲不讲道理？还讲不讲道理了？我跟他刚好的时候，50天得过一个节，100天还得过一个节，250还得过一个节，每个月还有个什么亲亲抱抱日，我还得给你制造浪漫，每天带你出去吃大餐小餐，给你制造惊喜。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啊？我爱你的秘诀永远作为第一次，这不是你写给我的诗吗？布洛东写的，我哪有这觉悟呀？我话是你说的，我管布洛东是谁啊？姑奶奶，这儿啊是妈生的，肉长的，懂吗？你这些琐碎的小节谁记得住啊？啊，男长哥，咱都是男人，记得住吗？您啊，啊，对，有心情，有心情。不是长哥，田亮，跟你聊天讲道理，你让我怎么办？贝贝，我有，咱们有什么话回家说啊，让田亮跟你认错。不是我有什么错呀？知道吗？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跟你离婚吗？啊，就因为你太作了。你不但要控制我的身体，这也就算了，你还要控制我的灵魂，还有最重要的、最要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因为你当初你再说，你再说，说，真懒得搭理你，真懒得搭理。你有什么话好好跟我说还不成吗？我改还不行？得了，甭来这套，没用啊！那你要我怎么样啊？人家肚子还怀你的小宝宝呢，人家医生说了，这个时候是女人最需要关心、最需要爱的时候，得吃好喝好，绝对不能生气。所以你得好好伺候我。谁知道孩子谁的呀？田亮，啊，不是我想到什么说什么，怎么了？我再问你最后一次。你信不信这孩子是你的？我信啊，但不是100%信。姓田的，咱俩打今儿起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再见。不对，永别。哎，贝贝，贝贝。那够了，这回你高兴了。哎，不是我有什么错吗？你没错，我的错。不是展哥，你说我哪说错了？我说错了吗？哎，我说展哥，你怎么诚心拆我台啊？今天谁能拆得了您的台啊？什么意思？你们家贝贝啊？甭理他，演，接着演。我真服了你们俩了。你起来。起来啊！他会不会去医院了？不会。不会吧？他是那种人吗？不是吧？确定？不确定。那他能干得出那种事儿吗？嗯。他在哪个医院建的党啊？我忘了，等会儿，我想想。我记得他说过一嘴，在安贞。赶紧走、啊！去安贞能有几家医院？上网查去。孩子呢？我孩子现在没事吧？自己看吧。这什么东西啊，姐？这是你孩子呀 ，B 超啊。那于贝贝人呢？他现在哪儿啊？他现在正在做术前准备，正好你们来了，去交费吧。人工流产。陈亮，你怎么不说句话呀？我告诉你，这可是大事，不是闹着玩的。你告诉他，人工流产的风险。一切手术都会有风险，何况这个胚胎已经超过2个月了，已经过了49天，
孕囊也已经超标，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手术时间。如果要说后遗症的话，那会有宫腔积血呀、子宫穿孔啊、产后抑郁症啊等等。哎，你干什么？贝贝，你出来行不行？你听我说一句，这手术咱千万不能做啊！我知道，这段时间我也有错，我向你道歉，好不好？你出来，我们好好的把这孩子生下来，我们好好把他养大，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我向你道歉，媳妇儿，你听见没有？你出来呀！你听我说句。我的孩子没了。哎，你是病人家属吗？我是孩子亲爹，我。嗨，哥们儿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干嘛？你是这孩子亲爹啊？我媳妇生孩子，你成亲爹了？谁媳妇？这我媳妇。你媳妇？你看看，这当然是我。于贝贝，我。没事。哎呦，没事。你让我清静会儿行吗？啊。人家想将功补过吗？哎，没什么补过的，你以后少这么折腾就行了，行吗？嗯。哎。贝贝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次玩笑开的真太大了。你知道我们一群人在外面什么心情吗？姐，我错了，我真不是故意涮你们的。我就是想教训一下田亮，让他在乎我，在乎我这个孩子。现在你证明了，他心里只有你，他只爱你。嗯，证明了。姐，你放心，我不是那种不负责任、不尊重生命的人。我怀了他，我就是他妈，以后谁都甭想欺负他。嗯，他就属于那种表演型人格，你知道吗？太能演了。老公。嗯。太疼了。疼了，你给我揉揉吧。哎，您要的定制单。今天要跟大家宣布一下，我们的新店计划在这个季度开始实施了，摊子是越铺越大了，但是我们高级定制的牌子是坚决不可以丢掉的，这是我们在这个圈子里边站稳脚跟的制高点。所以用最快的时间把你们的提案交给我。我想提醒你们的是，谁为我的工作室带来的经济效益最高，谁就是我新店的店长。散会。田小妮，你留下，你站着就可以。我有两个问题。第一，上周五下午4点，你无故离职，为什么？我那天确实有点急事儿，白总。第二，刘总的案子是谁跟进的？我这儿一直是设计师和客户一对一的制度，你因为临时有事就把你的客户踢给了别人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谁给你的这个权利？对不起，白总，客户不是皮球，可以让你随便提来提去。刘总因为我们无故换人表示很不满意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我来负这个责任。田小妮，我再次提醒你，如果你想做主的话，请你换一个地盘，这儿是我白若云的工作室。白总，为了表示诚意，我愿意亲自跟刘总当面道歉。恐怕人家觉得你没有这个资格。我为了表示公司的诚意，刘总的案子我来跟进。你要是也想表示诚意的话，没问题，这个月的奖金全部扣除。还有，这个月工作室所有人的咖啡由你来请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叫你的助理过来帮我的忙，处理细节问题。田小妮，周五我和我的合作人谈事儿，就是在谈新店的事情。本来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，只可惜你不在。白总，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机会？机会不等人，想要自己去抓。
总跟他在气头上，说什么你就别往心里去呗。咱们还不得该干啥还得干啥呀？白总毕竟是我的老板，他要挑我的理无可厚非，我认。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我把刘总的单子给 Cindy， 白总怎么会知道？肯定是 Cindy 自己去告的状呀。Cindy 自己告的状，难道他不想赚这笔钱？这不人财两空吗？哎呀，是呀，倒是挺奇怪的。怎么了，小宁姐？算了，就是奖金嘛。我下个月多磕几个客户，把奖金挣回来。就是，你这么棒。苏总来啦。苏总。对啊，就是那个工作室的合伙人呀，可有钱。是在掩盖瑕疵，你的创意。白总，这个月我请的第一杯咖啡美式不加糖奶，我趁热送过来给您。放下吧。啊，谢谢。这位一定是苏总吧？这衣服的颜色很配您。啊，我不知道您在这儿，要不然我的这杯拿铁就给您了。啊，这位是。我的设计师之一，田小妮。苏总可能不记得了，我之前跟您打过电话，沟通过衣服的细节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确实有一位姓田的设计师给我打过电话，原来就是这位美女。我给您设计的刺绣 logo， 您还满意吗？嗯，非常喜欢，简直是锦上添花。是啊，小妮啊，不仅是有才华，人长得也漂亮。他来我的工作室，也给我的工作室锦上添花了。其实这种传统的工艺现在被时尚圈追捧，成为潮流。我一直都想让它跟高级定制有个融合。嗯，你的想法很好。我觉得这件衣服最好的一处就是里面的这个设计，我非常喜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其实来选择高级定制的客户，他们都想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尝试。听白总说，我们的新店马上就要开幕了，所以我也想趁这股东风设计一些特别的东西，让新店有自己的特色。你这个创意很不错 ，good idea。苏总啊，我看你跟小妮很聊得来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接下来的事情你和小妮来谈，怎么样？还是算了吧，你知道我比较崇尚权威，你是这个设计师的灵魂，分店的事情还是由你来定夺吧。OK， 好，这么说定了。谢谢你的咖啡，我去换衣服。OK， 小妮，你请我喝的咖啡，帮我拿过来吧。好，这个时候咖啡的温度应该刚刚好了，太烫的话容易烫着嘴，心急吃不了热豆腐。田小姐，苏总，
您还没走啊？我一直在这儿等着你，不知道能不能给个面子，一起吃晚饭。啊，其实很冒昧，主要是因为有工作上的事情，想请教田小姐。上车吧。你不回来吃饭了？不是，那真不回来了？我和贝贝还在这等着你呢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就是说你给我们打包俩菜回来行不行啊？不是，姐，喂，姐。行了吧，人家早挂了。我姐也真是的，自己出去吃大餐，把亲弟弟搁家里。哎，不是你一片都不给我留啊？最后一片。你说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了啊？哎，挂电话的时候连个再见也不说，真是没涵养。你姐不在家，连饭都吃不上，还好意思装精神贵族呢？抱歉，田小姐，一个合伙人的电话。是白总吗？别的公司。看来田小姐对工作很专注吗？没有，因为平常这个时间我都会在工作室加班，今天来这吃饭真的有点心虚。那我今天请你出来吃饭，是不是要对白总保密啊？否则他一定会怪我拐走了他的得力干将，拖垮了工作效率。我其实在我们工作室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员工，没有你说的那么重要。不，今天你对那个小细节的改动让我非常敬佩。我发现苏总也是一个特别注重细节的人，只能说我今天运气实在是太好了。其实我在别的公司和项目也有一些服装设计的需求，可能以后还要麻烦到田小姐。其实我经验不是那么丰富。不，以你的能力应该有一个更大的舞台。您说这话什么意思？你要挖我到别的公司？放心吧，这句话我不会告诉白总的。那倒不至于。其实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未必仅仅局限于工作嘛，你觉得呢？我这个人平常比较无趣，可能只有在聊工作的时候才比较擅长吧。嗯，这些菜不合口味吗？没有啊，挺好的，都挺好的。哎，你说我姐他怎么天天有人请他吃饭呀？啊，嗯，要么就是日料刺身，要么就是海鲜鲍鱼，凭什么呀？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啊！那也是本事。哎呦，嫌我没本事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也有这本事。哎，我现在也是单身贵族，我告诉你，我还是具有那种招蜂引蝶的能力和魅力的。只要我一挥手，你看看有没有富婆围上来。我就是富婆啊，我也没你赚。呦，得了吧，你呀就是一糟糠之妻，还是前妻。龙床不如狗窝，我就愿意当你的糟糠之妻。哎，你看看，本来贫富差距还没怎么大，也就是你一时冲动吧，弄得现在连下馆子的钱都没了。都是我不好，我错了。你要还不解气，要不打我一下。哎，别别别，干嘛干嘛？你别给我下这套啊！我不生气，我很开心。嘿嘿，我甘当碎催，行了吧？你呀，现在是我们家老虎屁股，谁也摸不得。但只有一条，咱小老百姓家庭，你别再来那蓝色生死恋那出了，人力财力都受不了啊！我现在连作的力气都没了。好饿呀！第一次跟田小姐出来吃饭，也不知道你中意什么样的口味，但是我知道这家店的牛排非常的棒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其实说起吃饭来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。那我换一个问法，田小姐
上一次难忘的晚餐是在什么地方？考什么？就是一顿工作餐而已，没什么特别的。喂，这个白总对员工太苛刻了。其实我也算你半个老板。这样吧，以后每周我请田小姐出来吃一次饭，也算是犒劳我的员工。你觉得如何？我很忙的，开个玩笑。这个玩笑我喜欢。抱歉。喂？什么？必须现在吗？好，我马上回来处理。你很忙的。真的很抱歉，我得马上回去处理一下，改天我一定补偿。好，我先走了。好，苏总。要不去门口那脏摊儿吧，那儿便宜。就那老鼠肉、地沟油。老鼠肉也是肉，地沟油也是油。啊，饿死我！有办法了，我保证，让你好好吃一顿，好好补补你的小身子啊！你给谁打电话？喂，展哥吗？啊，那个没有没有，我是这样啊，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上次那个贝贝那个事儿啊，很感激你，啊，然后我们小两口想请你吃顿饭，哎，哎你别客气啊，千万别客气，就是咱们都是自己人嘛，在家里自己做点小菜，家常菜，啊，啊什么我姐啊，啊我姐不在家，她去加班了。是这样，我呀亲自下厨，给你做一桌好饭，怎么样？啊什么？不用带，不用带，什么也不用带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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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是吧？那如果顺路的话，那你就烧一点排骨和酱牛肉，行吧？哎，好嘞好嘞。饮料啊，饮料，你看着办吧，张哥。好嘞好嘞，那晚上见。好嘞好嘞好嘞，一会儿见啊，拜拜。来，我试试。哎呦，大有长进呀、啊！我看你脸皮是有多厚。脸皮厚，脸皮不厚，你能吃得上饭吗？嗯，我知道。真是。老公最好了。哼，给我泡杯茶去。哎，得嘞。哎。展哥，到哪儿了？哦，快到了，嗨，就等你了。我这边准备差不多了。那个，你要是想买点什么水果吃啊，你就自己在楼下那小卖部里买点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我们在家等你吃大餐啊。好嘞，好嘞，拜拜，展哥，一会儿见。生姜少许，萝卜一只。哎哎，完了，别动啊！好香啊！盖上盖上，没好呢。能快点吗？葱花少许。啊！我跟孩子快饿出两条人命了。饿了？嗯。能能能，先拿会儿，垫吧垫吧。啊，行吧，去玩吧。
干嘛呀？还在这站着？哎呦，别影响我创作，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啊！葱花赏雪，蜜枣。整理。田亮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亲自下厨，要请我吃饭。他请你吃饭？那，你买这么多东西干嘛？他让我带的啊。你又被他忽悠了吧？这小子肯定是空手套白狼。哎，不是你都回来了，你拿着，我就不凑热闹了。你们一家别呀，走吧，一块上去吃饭。我走吧，走吧。能快点吗？我要饿死了。来了。来了来了，哎呦，来了！嘿，展哥，你看我说了别买东西，你还带这么多东西，来来，坐坐坐坐坐坐。不是陈亮，你什么情况啊？你不是今天请展哥过来吃大餐的吗？对呀、啊。怎么就这么两个菜啊？哎呀，今天主要是鸡汤，我专门给展哥和你熬了一碗鸡汤。哎，先尝一碗啊，展哥。来吧，姐啊，尝尝我的手艺。来啊，贝贝，给你咬一块肉啊！来，展哥，这次我主要就是为了你和我姐。展哥上次啊，嗯，对咱们拔刀相助，是不是？我这个以鸡汤代酒，得感谢一下你。咱们现在都是邻居嘛，也都是一家人。你和我姐的关系也这么近，咱互相常来往啊！来来来来。喝呀！哎，你先来，姐你喝。太烫了，怎么喝啊？嗯，好喝。你看，好喝是吧？好，多喝点啊，多喝点。哎呀，姐你没喝呀？行行行，我。哎呦，别急啊，别急啊，还有呢，还有呢，没人给你抢啊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他是孕吐，他是孕吐，姐，他是孕吐，没事，你习惯了就好，整天这样没事没事，坐坐坐，展哥，啊，展哥展哥，别客气呀，还渗着干什么呀？快尝尝，尝尝，怎么样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还好，没事。不是田亮，你往鸡汤里下药了？对呀、啊。不是当归、枸杞，这都是补血补气啊，没问题啊。怎么有股怪怪的味道？什么味道啊？有股鸡毛的味道，是不是？鸡毛的味道？哎，那就对了呀，说明我这个鸡汤啊是无添加剂、绿色、原生态的健康鸡汤。恶心死我了！没事吧，贝贝？你怎么了？田亮，你汤里放什么了？你想害死老娘？那汤里放鸡呀、啊，还能放什么？整只鸡我都是给你炖的。Hey baby darling。天哪，田亮！怎么？你怎么把一整只鸡全放进去？这鸡连膛都没开。我说你鸡毛味是客气的，简直就一股鸡屎味儿。可恶啊！田亮，你什么居心啊？啊！你连毛带屎给我炖这么一锅，你想害死我啊？我警告你。我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就一尸两命。至于吗？你们多大点事儿啊？大惊小怪的，不是我错了还不行吗？这烦人。说什么呢你？我说我错了啊！来来来，坐。不坐。那行，我们忘掉这个鸡汤的事儿。哎，我们来看看展哥给我们带了什么好吃的吧。啊，看看好不好？来。不吃。宝宝。不吃，于贝贝，你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我给你道歉了，你还要怎么着啊？我不想吃饭，我闷，
我觉得没意思。你要干嘛呀？我想出去玩。田亮，快带着贝贝出去走走。就我偷出去。你干嘛呀？你赶紧陪贝贝出去。田亮，我要逛街看电影。我不爱看电影，我就喝汤。姐，你看田亮，他就是成天气我，他就是占你。好好好好好，我们出去啊。那个，田亮，找啊，咱们都去啊，都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是电影院。哎，一会儿看电影吧。好，咱们先去吃点东西，吃完了以后咱们再安排。哎，那个是什么呀？那是什么呀？那是一个卖玩具的地儿，你想要吗？给儿子买啊。走。我们先吃饭吧，好吗，贝爷啊？咱这边走，再来点。我说。咱能不能走快点啊，爷？哎，小亮子，你咱们一会儿去买些酸奶，喝酸奶特好喝。行，没问题啊。咱们先吃饭，好不好？好。不是，行，停啊，不当太监了啊！你能不能不这么走路了？这不老佛爷吗？这哪是逛街呀？你姐和姐夫在后面都跟着呢，是不是？差不多行了啊。田亮，我看出来了，你就是对我没耐心是吧？我哪儿？我就是你。哎，游戏厅，你看看这是什么？游戏厅。关键打地鼠。哎呦，你就会打地鼠，你行。快点，走了，咱俩打地鼠去。快打地鼠了，走吧，打地鼠去。哎呀！我打多少下呀？行了。怎么样？笑什么？怎么样？你以为很容易啊？不信你试试。我知道不容易，只是没有想到你喜欢玩这个。干嘛？你觉得我很幼稚啊？不是啊。你小时候玩没玩过那种就街边套圈的游戏？就是摆着好多东西，然后就买那个圈，然后就套。女生玩的吧？男生都喜欢玩那种机械、真人 CS 啊什么那种。哦，大勇适合玩这种东西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特别喜欢一个娃娃。然后我就把吃早餐的钱都省下来，就为了套那个洋娃娃。可是运气不好，一直没套着。那后来呢？后来那个地摊就没了，可能不流行玩了吧。哎，再试试啊。没必了。最美的爱情。
是你们的新的设计作品啊。嗯，拿一些大牌的元素就往上堆，这就是你们的水平吗？白总，设计稿我已经修改过无数次了。这件是谁的？白总，这套衣服是我设计的。知道哪儿出现问题了吗？明星奖。真正好的设计作品是应该有生命的，是鲜活的，不是靠一堆布料拼成一件成衣这么简单。而在这里，我看不到高级定制应该有的生命力。说白了，我们去买鱼也知道买活的，买新鲜的，衣服也是一样，布料是死的，可是我们做出的成品应该是活的，是应该有生命力的，它是动感的，它是有性格的。这不光是靠技术就可以完成，但在我这儿必须完成。忽然触碰你的眼睛，只听到心跳在激动，却装作不在乎，像云淡风又轻。时光飞逝，每一分钟都盼望看到你笑容，需要多少期待才能重逢？最美的爱情，最美。